特别呀、啊。嗯。然后就怎么说呢？就有点像古代那种很古代那种感觉吧，就比较特别，然后风吹过来就有那种声响那样。就是古典的诗意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比较有那种味道吧，可以这样说。嗯。还有没有再问过其他？其他人呢、啊？嗯。其他，好像我们组另外一些人有问到的。哦。然后。但是你不太清楚啊。我不知道他们。